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钱锤哥，今天资深天使玩家给你们总结玩天使的五个令人迷惑的习惯。如果你也是这样，不妨在弹幕发一个我也是，然后就看看有没有志同道合的人吧。一、疯狂左右键切换，试图当达到一定速度之后，你家麦克雷能同时拥有攻击加成和血量加成，但你家麦克雷也许只能注意到你是个智障。我记得那张海报，我的发型帅极了。二、没开局的时候各种垂直飞、杯子飞、超级飞，各种练习，试图让队友知道你是个资深的天使玩家，该会的身法你都会，甚至还想让队友问你一下，哇，这个是怎么做到的？怎么垂直飞啊？你好厉害。三、开局等待的时候会做表情359度欣赏你的皋肤，边看边心里美滋滋啊，老子的皋肤真的好看哦。你问我为什么是359度，不是360度？这不呀，这剩下一度不能告诉你。四、面对你家原氏，直接坐下，并且强制要求你们家原氏也跟你一起坐下。他不坐下，你就敲他或者拿枪打他。再或者跟你家麦克雷一起坐下。五、牵住队友在空中多次画圆，然后强迫队友跳绳，怎么样？有没有被我说中？你们还有什么奇怪的习惯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看看能不能找到志同道合之人吧。喜欢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为我点赞、投币加收藏啊！这是初恋什么都会的千之哥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，拜拜。